嗨，我是今天的体育老师。今天我们要来挑战排球比赛，可是排球对他们来说已经太没有挑战性了。所以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日本综艺节目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边拖排球边穿外套，挑战开始。游戏规则非常简单，只要拖球的过程中球不落地，把外套穿上就挑战完成啦。比赛开始。再次。下面一位。来了。失败，开始。你们太烂了，下面一位。好烂，你们表现得太差劲了，所以我要来调整一下比赛难度，我们要改边打边拖。比赛开始。好，我们再重新挑战一次。我知道大家想要看他们完成挑战，所以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吹！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还有你们想要看他们挑战什么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课。